我们现在是夜猫子饭
我们现在要搭巴士去地铁站，然后再搭地铁去仙女。一直打火令了，我跟你讲。从椅子上面滚下来哟。出来主要就是去逛釜山的一些景点。哎，昨天下雨，地上湿湿，所以那个火车不能坐，然后教授讲，我们现在走路去那个景点，至少要一个小时，我们再去走呗。有点晒。
脚冻伤脱皮啊，然后它的那个感觉就很像你的鞋磨脚的时候哦，然后你的脚会脱皮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很痛。 其中一个著名的海边叫做维普，我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，就是脱掉我的大衣，我现在只是穿着一个薄薄的夹克，我要拍照。 头发已经被海风吹到完全打湿，这样。
到了它的尽头。最后一个晚上，就算真的很美很美很美，不舍得回家。地拖也告一段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